持续关心晚间最新消息。晚间6点多，一列从花莲开往高雄的自强号列车，在行经台中后里火车站的时候，因为跳电造成了3班列车误点2个小时。台铁紧急调度区间车来接驳旅客，但是呢，600名乘客还是非常的火大，直接在大厅对台铁人员发起飙来。预定晚。